旅客朋友，您好。本次旅程已接近终点，我们即将进入目的地城市。城市闸口的重力场正在接管舰船，舱内重力环境将调整至与城内一致。在此期间，您可能体验到轻微的失重感。到达城内后，您会在港口枢纽收到为您配发的辅助机械小帮手。小帮手的功能包括但不限于辅助实验操作、承担施工作业、控制光照与温湿度、打印食物与饮用水，还可以提供应急马桶。全972种功能组件可以在任意时间、任意场合打印并安装。离开港口枢纽后，若您已厌倦太过安逸的快速旅行，可以选择舒展肢体，借助人工低重力环境在空气中游动。或者您可以申请试驾载具设计所的新作，载具控制系统直接与您的神经系统相连，舰船的奇异将成为您肢体的延伸。需注意，长期驾驶可能使您误认为自己是一尾海鳞。恒定不变的城市光照意在鼓励公民自由安排作息，我们支持您的才思连续喷涌上百小时，也同样支持您每小时都睡眠一次，前提是您已经咨询过医师。待您安顿妥当，不妨一探斗志场。此处固然存有数千年来人类智慧的成果与未解的难题，但您也无需太过拘谨。若先哲能在与雕像跳舞时萌生创作的灵感，您或许也能在带实验生物散步时发现谜题的答案。斗志场之外，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也都可以成为您摄取思想或表达创意的场所。您可以在进餐时用味觉赏读以食物为载体的叙事长诗，或在洗浴时领悟编写在水流中的物理定律。经过申请，城市的每一处设施也都可以成为您实验创想的载体。如果一座雕像落成以来已经经历了352次重新设计，它自会欢迎来自您的第353次改造。为您配发的小帮手已抵达，再次欢迎您的到来。阿格尔的每一座城市皆为探讨人类的存在方式而设计，我们衷心期望您在此能够尽情创作，履行您生而为人的天职。